在后面聊天的时候，所以这个话是才是这个节目的关键。你抓到重点了。我在这边可以这么开心，就我在这里就是完全就是练嘴巴，跟人家吵架。因为完全就是威廉以前做节目，大概3个月就没了，就一季嘛。对啊，大概一季就没了。那是因为跟你做节目最会转下班的魔王，真的是准哎。很准，他已经两次了，连两个下班了，那我就破个记录，让所有人都下班了。我想原本做效果不要过，结果在别的节目还抢得到节目，就是而且很烂，对，而且威廉哥那个状态很像慈善玩家的我跟他，他就开始哎、欸，我是学长，开始转老派也才会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样，风景，好好表现哦。他都会这样。我们台湾耽误你，赶快回青山好了。我基本上什么球都可以，就是篮球跟羽球不行。真的吗？棒球我可以。棒球，棒球我们有职业的。棒球那个搁在后面，还是你要不要打桌球啊？你要不要选一个就没人，因为少伟哥足球嘛，小哈篮球，他真的棒球，然后我篮球也可以打。啊，小玉家都有小。我是觉得你们阳风帮不要找我好了。不行啊，你在我就要在。你说你怎么摇到的？后来到第三颗的时候，你下去其实你碰到你刺痛哎、欸，然后这个好像有所有的你好像氧气罩带起来，然后你都没有空气了，就全是白的，然后你下不去了。你是白的，我很想找到少爷哥那一颗，好像是天堂的感觉，就是全部都是白光啊！爱惜生命，远离水桶。我看到隧道不要进去，紧致到不行、欸，真的、哦、真的，水桶都消了。海星，海星，你的脸比威廉还小。真的，看得出来哦，还是比他大吧。不是，会不会这魔王放水放太多了？对啊，差距有点太大。你加一点点就算了，我们那个是冰块比水多。笑得那么开心。对，以公平起见，应该是用温度计来量，看一下温度吧。我们是在零下去找球。